怪罪你没进宫就直接去办案吧，怎会怪罪？少主公是圣上的义子，圣上怎么能忍心呢？少主，在我心中多年芒刺，缓不了。只要爱惜身子，千万别气出毛病来。此事原也怪我，没将旧符藏好。我谁知这四娘此处此狠心，她记恨我和君姑曾罚过她，居然狠。 咱们回都城，尚未曾去拜见程阳。我不效法，他们编排我的罪状多了，不怕多这一条。那无藏罪犯者，论罪当牵连同罪，若因此而连累了君，贴夫家，是我家四父，他们拿着夫家的银钱去倒贴娘家，那不是娶新妇，是纳妾蓄婢。年纪轻轻的，读书果然有问题。 董仓馆在这家布庄投下了8万钱，他俸禄低微，娘子捉弄人的破烂。这程四娘子送来这些，莫不是也想告知咱们布庄之事？有意思，这程四娘子绕了这么大圈子打哑谜，莫不是想卖我们个好？这程四娘子是想让咱们助她脱身吧？为何要助她？ 听说程老夫人生气，程四娘子出卖自己胞弟，要整治他。啊，这几日程府众人并无异样，除了程家二房夫人葛氏，属下核实过，当日左兰武等搜查的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程在下。 公事法，现如今无论你在，但凡遇到撒谎者，热闹看够了没？这哪看得够啊？如今不过是第一回合罢了。尿尿见过阿母，必验之，杀之。如今葛氏布庄账本已在我手，你竟敢还说谎话！